作劳累，用脑过度，头晕头痛，晚上翻来覆去，心神不宁，睡不好。煲天麻桂圆猪心汤。天麻驱风止头痛，桂圆养心安神，补气血，睡得好，气血足。玉竹养阴润燥，非常适合春季。这是今天的全部材料。猪心切块，焯水后用清水洗掉血沫，这样煲汤清艳又不腥。猪心一整个，天麻15克，桂圆10克，玉竹10克，姜去腥，加入1.5升清水，大火煮开，在最小火煲60分钟。60分钟后，加入10克杞子，加入适量的盐调味即可，可以喝汤了，清甜滋润又好喝，真的一级棒。